冠军表现时刻由男士洗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呈现。今天客场作战的重庆力帆队是身穿一身蓝色球衣，首先是由客场作战的力帆队来开球。阿伦西奥卡库塔，刚才是徐阳滑了一下啊，卡库塔传中，再顶到左边是江宁，有机会打门，没有压住，没压住，李航。罗斯文啊，这脚打的呢，对方后卫都已经扑过来了。卡布塔，这球好球啊！球传的不错，对，球传的不错。但人家的进攻啊，进攻线上实力还是很强大的。是努比亚打。哦，费尔南多强行超车，面对李航，球传过来。哇，打在横梁上，这次进攻配合已经达到极致了。武庆进去了，直接打门了，就这种防守的纵身啊，往后压，哎，好球啊，哦，这是阿洛伊西奥喂出来的一脚球。哦呦，危险了！传打啊！这球打高了，努比亚。哎呦，杨成出来了，这脚铲球还是比较关键的。直接找丁杰，球传的还不错，丁杰进去了。最后传球这一下被努比亚给挡住，嚯，努比亚，今天真有一种舍身赌枪眼的这种劲头啊！拼了！知道自己不一定是一个好中后卫，但是一定要兢兢业业努力去完成好这份工作。卡库塔，啊，越位了！越位了！努比亚踢法有点像这个打后腰这个踢法了。费尔南多，哎呀，这个射术哈，哦，进球来了，卡尔德克还是左边头锤破门，对，左边路的防守啊出问题了。我们再看啊，这个球，这突破的太简单了，是啊。这是像是训练场上出现的一个画面。对啊，小模特轻松传中，卡尔德克高高跃起，力压防守队员，把球砸在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角度了。好球啊！这球有点想法，倒钩，嚯！这样的话，把这个努比亚，我看这场比赛位置改的比较成功。哦，点球，点球。阿伦西奥啊，丁杰是手上可能认为有一个动作，判的没问题。阿伦西奥亲自操刀主罚，打门球进，没问题。场上比分1-1。对，其实我们一直在谈引流，哎，要踹脚气杆去了，啊，没踹了，啊，踹了，踹了，踹了。我看的那个架势，就眼睛里只有脚气杆。时间不多了，哎呦，罗森文抽筋儿，哎呀，杨成这气儿，回中超我照样能在中超。这个适应能力太强了，啊，傅明，哎呦，我觉得可以。俩人一关门，你看杜文扬还是比赛没经验，哎，这对方还没停，他先停了。主裁判傅明的一声哨响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河北华夏幸福队在自己的主场
跟重庆力帆队是1-1战平，双方各取一分。